冬夫即应 Cindy 啊，嗱，唔知平时咧你有冇行开下超市咁嘅咧？有定啦，依家个市道梗系要精打细算，悭得一蚊得一蚊，见到笋货先数为快啦。正常就梗系咁谂啦，嗱，好似网上流传呢幅相咁啊，唔知你第一时间留意到啲乜啦？我就俾两毫子买到一撇牛扒叶呢、这个震撼价所吸引到啦。咦，会唔会是标错咋？又或者咁讲啊，如果真是两毫子有交易，你估又可以买到咩货色啊？不过咧，有人就留意到啊，包装明明写住是蒜香鸡中翼而唔是牛扒叶啊，仲声称要向海关投诉商品同说明不符咁话。哈，到底应该话呢位网民择善固执，定是阻人数平货好多事呢？嗬？阿定益话咧，超笋价牛扒叶照买，靓边炉照打，海关照报呢？今集东夫即应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大家有咩申诉咧，记得致电我哋爆料热线3600-3600，等我哋第一时间同大家东夫即应，拜拜。有乜申诉，即刻揾东夫即应，请大家多多支持东夫即应，东夫即应即刻应，东夫即应即刻应啊，东夫即应即刻应。